圈圈，对，市长你就把它套下去。好，来一二三，太低了，好像真远了。不是，过年走春好去处。113年甲辰龙年农历春节初一到初五，2月10日到2月14日，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9点，彰化市公所将在民族路及永乐街路段首次举办大型封街活动，南门第一街及金民族路庆典之都春节市集，同时结合民族路及永乐街周围五大宫庙，开化寺、庆安宫、关帝庙、圣王庙、元清观，打造最强的走春园区。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，活动还发放市集消费券及和乐隆隆恐龙蛋造型小提灯，邀请全国民众来彰化市走春拜拜、逛市集、吃美食、拿好礼、抽大奖。邀请全国的乡亲，今年的过年一定要来彰化走春，彰化真热闹。咱除了会当走春拜庙保平安，在彰化会当小旅行。我们介绍彰化的寺庙古迹文化非常的丰富，而且在各个过年期间，从初一到初五，咱在咱彰化古早的第一街叫做南街啊，南街街庙街闹市啦吼，我们在彰化第一街叫做民族路吼，会办市集活动。这些市集活动由我们过去传统的一些古早味的一些摊位一些食品，一些很有趣的，我们童年时代的那些东西，都会让我们回味。然后我们精彩的青年的文创，也会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度过快念的、快乐的这个过年的春节啊！底下再次邀请大家，今年一定要来彰化走春拜拜、求平安，来彰化佚佗，足闹热闹。咱有新型车库，有古迹文化，非常的热闹。而且非常的丰富，让你心灵有很非常的满足，而且会很快乐。咱初一啦吼，咱甲初五有中华第一届这个年货市集吼，咱初一甲十五，咱会当中华唯一台湾唯一的国定古迹拜天公的天公座啊，这个观清观吼，天公坛有这个甲天公照大。甲天公照呾，我来卖个关子啦吼。到底甲天公照呾是啥？你会当去遐拜拜，啊，甲天公照一下打转去，你规年当天拢会当真顺利，做代志拢会真正，祝福顺利，互你大赚钱。而且咱伫三月初二，就是元宵节过后迄礼拜，咱有国际嘉年华会，有各社团各社区，咱中华各种团体。提灯笼那个国际的人士、国际的表演团体会来彰化，大家一起提灯笼来参加彩街的活动。所以今年过年彰化会真热闹。你要恐龙蛋，来彰化消费，咱彰化消费会当更加多、更加好而且深深一起哦，大家拜拜的大家感谢吼，谢谢。彰化春节最强走春活动，南门第一街庆典之都春节市集。彰化人彰化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。